选战逼近，在面对蓝绿两党极大陆战的优势之下，民众党的柯文哲他也是积极的在突围，晚间到桃园替爱将赖香伶站台，还拿统独议题狂酸蓝绿两党。一个拍完再换一个，柯文哲就像人形立牌，因为要跟他合照的人这么多。来到桃园，黄娃侯友宜蓝营票源陆战积极进攻，也是拍完照还得继续赶场。民众党旗海飘扬，柯文哲来帮小鸡助奖，全力下猛药。他有人跟我讲说啊，那个不结婚，那个都是年轻人缺钱呐、啊，生活经济困难。我跟他讲狗屁的，说50年前大家更穷，还不是一大堆。听到关键词语，一旁小鸡绷紧神经，好险柯文哲进入下个话题。不过我最近也在反省，你知道，我每次打电话给我妈妈，我都在骂她，我都骂她，你别计较。那个记者到我们家，你不要每个都放进来。担心妈妈又成为话题焦点，对于选战可不是件好事。不过一拿起麦克风的柯文哲，就像打开他的金句开关。台湾现在可能统一吗？可能独立吗？那如果不可能统一，也不可能独立，那你国民党跟民进党每天在乱什么？应该讲哦，我们有未来的想法。我按年底上在民调在倒国民党、民进党，你就要想倒台湾民众党。台下支持者的热情呼喊，尽管蓝白合破局，却让柯文哲决定再战下去。那我第一次看到那一句话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他就说：“只要北不忘记，我都不会忘记。”但是有时候倒过来的，就是因为大家不肯忘记，他被才没有忘记的。但面对蓝绿的极大陆战优势之下，怎么靠着多数年轻支持者突破重围？你一定要那个进行那个5×5计划。什么叫5×5计划？每天跟长辈讲话稳重，连续讲5天，然后才开始跟他讲说：“哎，我们要支持柯文哲。”选战最后关头，说什么都要奋力一搏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淳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